信浓甜这个品种呢是最好吃的。哇，好大哦，真的是。你现在就可以办啊，妈，你就可以这样。他说这样把屁股这样撑着，然后这样转一圈就转一圈，他就可以。哦，就下来了。哇，你看，耶！哦，转一圈就下来了咧，哦，好大力哦！我们现在呢在元霞农园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品种？ Shinano Sweet。Shina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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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weet。就是杏农田，对不对？对。杏农田。就是长野的意思。杏农就是长野的意思。好，现在呢我们请米塔布拉桑帮我们就是摘一颗苹果给我们看一下。先从他的屁股抓着，然后转一转。好，用力。哦耶，好漂亮哦。这是最好吃的品种。好，这是我们刚刚呢削皮削完的。我要咬一口。你要摄影那个汁啊，把那个汁。